课堂问答是一种教学方法，提高学生上课参与度，帮助老师检测学生理解度。OTR 形式之一，独立回答问题。独立回答是学生单独回答问题。以下是在上网课时独立回答问题的一些事例。使用抽签形式选择学生回答问题。学生可以用 Flipgrid 等平台发个人视频讨论主题。学生可以把答案写在留言板上、写字板上或纸上。OTR 使学生在上网课时积极参与，